在一起两个回圈哈，真的不是太简单的事情。哦，即使是资深的工程师哈，也未必可以这么容易写出来。那我推敲，第二个是怎么样呢？再来就是执行哈 ，F 八往下，对不对？追来看一下，第一个一定是三追现在一嘛，对，三一就是 A 三的储存格，哦，它没有跳过，所以再下一个应该24哈，也跳过24，再来二，再来应该是4，对不对？4转正。所以5号这个地方等一下应该会变成4，欸，有没有？再往下一直往下往那个方向，然后一直到14号才会再变4，有没有？15号变，有没有？这样一直往下。好，那程式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这是第二个阶段，就是蓝的部分，刚刚是列的部分。好，第三个阶段是怎样呢？把两个 match 在一起。好，那你会想说怎么 match 呢？教过一个诀窍，把追怎么样呢？就停止掉哈，停止掉哈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把追放在 I 的这下面这一列，然后呢，把 Nest 搬到它的下面这一列，然后建议是怎么样呢？选起来按 Tab， 因为它是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。再来的话呢，上面是不是还有留这三行？对，请你把它综合起来。原来有追的地方呢，就换成，哦，就把追的地方换过来，这个是追。本来一就变 J。哎，对，然后本来数字就变 J， 好，哦，然后这边也是变 J。好了，这三行可以 delete 掉了，写完程式了。哦，就几行呢？就27行。七行作用跟140页到141页的结果一模一样，哦，我们来试试看哦，有没有这么神奇呢？来试试看就知道。因为按一个 F8 好了，它会先走的是这个哦 ，A3 哈，然后往下，那往下它应该是追嘛，所以它会先追的地方哈，它会一直往。应该是20，我看一下，这应该是这里面的值是多少？按右键哦，把它新增键看一试好了。好，哦，怎么24啊？里面的值是24，啊，哦，也就是说它是会往哪个方向呢？往右边一直跑，哦，往右边一直跑，然后会下一个，然后再往右，再往右，有没有？一直跑，那应该等一下会19的时候会。